你是永春传人，这个武馆是给你开的。我叫你父亲，你把永春传给我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件事，我没法答应你。你答应？马上把牌匾摘下来。除非你杀了我。你这个野狗，你就不配练永春。 你跟孬种，别说，永春永远不会传给你这样的人。 是你啊，真的是你啊！哎呀，你不是赵钱花，你是陈华顺呐！哎呀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回来了，我是回来看师傅的。是啊，这么多年了，师傅也惦记着你呀。麻烦你，麻烦你。 再先生，陈华顺来看你了。<笑>
叶问，这就是我师父，佛山在线上。 18岁时，师从红传子弟梁二弟，后又跟随咏春传人黄华宝。经过多年的磨砺，成为一代宗师。咏春入门难，出师更难，品德身体素质、习武动力，都是考量标准。而且是单对单的传授，遵从组织。 我只能收一个徒弟。师父在上，我决定收叶问为徒。不，陈师傅，你不是一直想让我收你为徒吗？对不起，我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阿四是你的儿子。你知道了。那晚你跳进池塘。 一个大洋一个大洋的摸上岸来，你不要我帮忙。你对我说，你是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个人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他一定是你的儿子。叶问，我收你为徒弟，就是为了阿斯。你们两个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？为什么他一见到你，就会失去理智？ 为什么他一到佛山冲上来就打？为什么他会那么愤怒？师父，那个老家伙敢拆咱们的招牌，我就让他脑袋开花！师父，你看，师父。 你知不知道，他是我爹！你打我爹！你打我爹！你能相信吗？我以前和阿四一样，脾气暴躁。 自从在线上走了以后，天下就没人管得了我。我一次次重伤别人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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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。 没想到阿斯看见别人吐血还在笑，没想到他的性格比我还暴力。你说过，这个不人桩将来是我的。有了他，你将来就没希望了。走开。啊啊 我恨你！终于有一天，我来到这里，我下定决心做赵钱花，做一个普通人，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赵钱花。 叶问，功夫就像一把双刃剑，让你威风的同时也给你带来麻烦。功夫要是落到暴力的人手里，落到坏人手里，那就不知道要惹出多大的灾祸。当时是我打死别人。
要是别人打死我，阿四就成了孤儿。这个后果我承担不起。后来呢？你跟阿四为什么会分开那么多年？也都怪我，从小到大我百战百胜，阿四觉得自己有一个了不起的爹。从那以后我不再显露武功，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他想像以前的爹那般威风，所以他想尽办法让我教他功夫。但不管他用什么办法，我绝不答应。所以我们父子的关系急转直下，甚至几个月都不说一句话。阿四，爹，打他！爹，打他！爹，打他！别管了，我带你去看大夫。别管了。哎呀，接着来呀，老婆。爹，爹，阿四回来了，好啊。啊，我这条腿瘸了，你肯教我了吧？我要找那个人报仇，把他腿打断。阿四，不要报仇啊。咱们父子俩安安稳稳过日子多好呢，我求求你！你教我，你教我，你教我！哎，我不是不教你，哎，我这辈子任何人都不教了。好，陈华顺，你欠我这条腿，你要是把武功交给别人，我要你还我这条腿。哼，阿四，你走开，走开啊！再过来，我砍死我自己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不要这样子！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这样子啊！你不要这样子！因为是锈钉子，阿四的腿落下了残疾。自从那次他走掉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整整六年我都在找他。我知道阿四他爱武，所以我想如果他活着，他肯定不会错过这次比武大会。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让我找到了。我不怪阿四，怪只怪我这个爹做得太失败。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出手啊？就像你在广州擂台上说的那样，就算打死蒋胜又能怎样？能换回你师父的手脚吗？能换回阿四的腿吗？你知不知道打完擂台以后他去跟蒋胜比武，硬是把蒋胜打残了。北方五虎不过如此。小子别跑，去保护他。站住！你是谁？我告诉你，南方不止叶问能打败你。
小兄弟，有事慢慢说。我叫阿四，记住这个名字，我也能打败你。兄弟，贵姓高明啊？无名之辈，不必知道了。蒋胜，你走不走？我们走吧。别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我要打死他们，我打死他们。你为什么要跟他打？别以为只有叶问才能学你的功夫，我不过偷学几招，我也打赢蒋胜了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我要让你知道，你的儿子不是一个废物。你啊，为什么要断他的手啊？他伤别人一分，我就伤他十分。你要去哪儿？别管我！如果你再跟着我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死。学武哪里没有个磕磕碰碰，总有胜败，总有受伤。如果别人伤你，你就十倍的报复，别人再百倍报复你，这样千倍万倍的报复下去，就是武林的大灾难呢。哎，阿四脾气太倔太偏激，他身上有一股戾气，我如果把咏春交给他，就是欺师灭祖，就是伤天害理。哎，但你答应过他，不会收任何人做你的徒弟的。叶问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这么多年你的点点滴滴都在我心里。善良的人很多，可是有大慈悲心的人却少之又少。你这样的孩子，我活到今天就见过你一个。我想如果咏春要有一个传人，那个人一定是你。对不起，陈师傅。为什么？你要收我为徒，我感激不尽，但我不能答应。对不起。你就是为了阿四？没错。哎，叶问啊，你现在还不明白，你学咏春就是为了阿四。为了阿四？你是想我学了以后去交给阿四吗？不是，恰恰相反。我要你发誓，如果你学成之后
不能够传授给阿四。我可以等，给你时间，你会明白的。我和永成要去法国，这段时间我会好好考虑。你要保重，等我回来。教我咏春，你嫌我是个瘸子，我就把腿烧掉。你真心了吧？
死你挺住啊！来，走。我朋友的情况怎么样？哎，伤得不轻，能不能保住命还不知道，需要留院观察。大夫，你一定要治好他。医药费方面，我们叶家来负责。叶问，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。哎，陈师傅，你先照顾他，我去去就来。好。哎呦，小姐啊，你到底还上不上？再等等吧。都等了十几分钟了，对不起大家了，再等一会儿吧，他真的会来的。别再耽搁了，这夜里水路不好走。姐姐，那个人来了。哎，还好你没走啊。你的行李呢？开船了。我暂时走不了了。你又打架了？没有啊。好吧，那我走了。哎哎，对不起啊。让开，快让开。对不起啊，永成，我真的有事走不了啊。我阿斯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他受了点伤。打架，打架，总是打架，有意思吗？以前这样，现在这样，将来还这样。永成，不是打架，你听我说好吗？你不要跟我解释，我不想听。你现在可以走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永成，永成，哎呀，哎呀，还好还好，楼下说你已经退房了，我还以为你走了呢。本来就是打算要走的。哎，去哪儿啊？青城哥，我和永成准备去法国。这么重要的事都不跟我说一声，是不是心里还有我呀？开个玩笑，叶问，不要生气啊，真的该罚。你们这么重要的事情都……永成，我必须要先走了，今天的事对不起啊。哎，阿四伤得很严重，在医院呢。我走，我走。哎，你别动啊！谁叫的我？你躺好，你别动啊！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！哎，帮我按一下。叶问，是不是你救了我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为什么救我？还给我！阿四，不要炸了！让他走，让他走！不要，阿四，你不要这样！走，不要炸了！我走，我走！不要这样！阿四，快，不要这样！出去，走！好了好了，你安静点儿，不要这样！阿四，阿四，好了好
是你啊。你休息了？我已经睡了。哦，那对不起，那明天再说吧。你有事吗？其实我知道叶曼为什么不跟你去法国的原因，可是我很犹豫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。为什么没有去？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。为什么？我担心你以为我……我自己有判断。其实事情很简单，叶问想拜陈华顺为师，想做咏春拳的单传弟子，可是阿四是陈华顺的独子，他更有资格做这个单传弟子。可陈华顺呢，偏偏想收叶问为徒，所以阿四很恼怒。我们都知道阿四又打不过叶问，所以他一气之下就把自己关在武馆里，把自己给烧了。叶问没有跟你走，是他想把这件事情圆过去。你知道的，他一直很在意大家的口碑，他不想留下让别人非议的把柄。啊，当然了，这件事情我说了也不算，你明天可以自己问他。我会的。那你早点休息吧。阿四怎么了？他有事吗？夜深了，凉，我帮你接了件衣服。谢谢。慢走啊，慢点。哎，金护士，叶问，啊，我煮了粥，你吃点吧。啊，哎，不用了。那你先回去睡会儿，阿四，我来照顾吧。万一他醒了？哎呀，不用担心，他总是要醒的，我们总是要面对的。我终归是他的父亲，你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啊，放心吧。哎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啊，去吧。一晚上没睡吧？哎呀，真让人不省心。这是生气呢，进去好好哄哄。
你给陈华顺送了一只翡翠烟斗。是。你要拜他为师，学咏春。是。咏春是单传，你准备要学一辈子。是。我本来已经要走了，可是我经过了你的房间，看到了你的努力，所以我就留下来了。但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是不是错了？我是不是误会了你的选择？永成，我和你一样，又不一样。我和你一样的是，我们都向往美好，盼望中国能够跟上世界的步伐。你带来的每一本书我都看了，我努力去寻找答案。我希望可以和你一起出去，去看看世界，解答疑惑。不一样，因为你还是要选择功夫。功夫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？如果现在有一个女孩喜欢你，你是要她还是要功夫？要你。你最重要。我不是不让你练功夫，但是我希望你成为一个有信仰、有信念、有大理想的人。永成，你给我几天时间，等阿四的情绪稳定一点，伤好一点，我们再去法国，我们一起去走世界，好吗？那我再等你。